どうも、クロです。在我的这部影片中，有提到关于看最多 X 抓一的问题。这一集要来解答一下，为什么牌组剩三的时候只能看三张，以及看 X 抓一、公开 X 抓一、抽 X 丢一、喷牌抓角色，遇到牌组 reload 时，到底要不要洗回去？集中的话，在我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遇到 reload 的处理方法。还没看过的可以过去看看哦。首先是从牌组上方看最多 X 抓一张的效果，各位常看到的操作方式应该是这样。这时就有疑问了，我的牌组干了要洗牌吗？会有这个疑问是正常的，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牌组还没干。我们换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，就是这样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四张牌还是在你的牌组上方。就算拿起来看，这部分也是视为牌组，所以你的牌组并没有干。要等到将其他看过的卡片送下去之后，你的牌组张数才会归零，这时才洗牌。还有就是，看牌组上方最多四张，但你的牌组只剩三的话，这时你的牌组上方就是这三张，因为也不会中途洗牌，所以能看的就只有这三张。那像这种牌组公开最多三加手丢一的效果也是一样，公开的时候这几张仍然等于牌组，选一张加到手牌，剩下的送下去之后牌组归零洗牌。洗完牌之后丢一张手牌，规则统一。抽最多两张丢一的就比较单纯了，因为抽上手的直接变手牌，所以牌组直接归零。跟前面的不一样的是，洗完牌之后你可以继续选择要不要抽第二张，选择抽的话就再抽一，不抽的话就丢一手牌后规则统一。最后是喷牌抓角色，跟看牌组上方不一样，这边写的是将自己的牌组上方两张放到休息室，也就是跟抽二丢一一样，会直接发生移动。喷一张下去后，牌组归零，洗牌。效果继续处理，喷第二张，回收角色之后，洗伤统一，结束处理。其实在处理这类效果时要注意的是卡片在领域间的移动，像刚刚的看叉抓一，你在看牌的时候你的卡片并没有离开牌组，抓一上手剩下的送休息室后卡片才离开牌组，注意这点的话就比较不会搞混了。以上是这次的效果解说，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到我的粉丝专页私讯我，那么就拜拜。